国际服玩的像孤儿，没关系，你有哈哈尔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哈尔。昨天发生一件很靠腰的事情，非常夸张。对，也是本季上次那个第十七秒王，哎哈哈，是我啦。那个 bug 之后，又出了一个更厉害的疑似是 bug 的机制，新机制。我们这边是相信它是机制的。对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面很多六栋的大地主。那他就很神奇，就是他是怎么有六栋的？对，今天会跟大家解析一下啦。我是没有啦，我是没有这种东西啊。但是因为我也怕嘛，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这是怎么来的。对，我不确定是不是 bug， 因为我真的不确定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热修，我觉得很扯，已经过了一天多了吧。那他怎么来的？这种装备呢，通常他上面只要写是有洞的，有洞的话，那你就是要拿这个盾牌，然后未鉴定的。多少钱？因为才 5D 而已，我是污染过了 7D 9D 左右，就你就拿这种盾牌，然后去你的野兽斗园区里面有一只这种最大洞数的野兽，你就直接点它一下，那你的盾牌就会是最大洞数，就会变成刚刚我们网页看到的这个样子，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啊，六洞啊，那一面都这个价格。对，那还有别种装备，其实蛮夸张的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蛮夸张的。你要是18连，你这边有6连，这边有6连，你就12连。那你这个东西再配大地主，那就是18连。那你散打或是怎么召唤，就很夸张。散打可能玩不了，因为它的魔耗太高了。但如果你是召唤，其实有机会可以玩，哇，你可以去试一下。那这种装呢，它就是不用未辨识的，它已辨识就可以直接去一样刚的这个莫里根这个最大洞数直接去塞。然后最大的连线数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就很简单，就有洞的装备。刚刚说这它有些写限定 has 多少有洞的装备，有洞的装备，你就得用未辨识的。那没洞的装备，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正常的，直接去那个野兽直接按就好了，它就会是最大的洞数。对，昨天有小实验了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对啊，但是我没，反正我把那件装备销毁了。对，没事，我不干我的事，不干我的事。我只是要跟大家大概讲一下有这个东西而已啊。GG 看他要不要热修啊，请热修，谢谢，请热修。当然我们的 Reddit 上面也充斥了这件事情。我看了每一篇文章，都是长这样，就干这些人也是很敢，就是把他们弄的装备都贴上来。有喽。有喽，有喽，有喽，有没有？钢姆的衣服，然后钢姆鞋子，对，然后冠冕堂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记得冠冕堂皇这个装备？冠冕堂皇，它也是有跟大地主是类似的机制，有一个插槽，所以你这个头盔也要去买未辨识的，然后你去把它弄成四洞，那你就可以有四个，就是看你要哪一个啦。你如果是四个蓝洞，那你就这个乘以四，那就很多，64到500多吧，对吧？就看你有没有想要去弄一下啊。反正季末了嘛，也没人啊。听说这一季的人数是倒数第二吗？倒数第二啊，就是剩下 20% 的人而已。搞不好这一波是马克的杀招，他的杀招想要把人数拉回来。对啊，说不定是这样啊，但可能也是有些玩家因此就走了。但我觉得不会啊，现在这个这么便宜，现在大地主那个什么未辨识的这么便宜，搞不好 这一波真的是拉人回来。我昨天买的时候，我昨天看那个价格，可是很夸张的呢。对啊，现在这么便宜，我看你应该有些人会回来玩一下，玩个18连之类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他有宣布是不是？他只是告诉我们有这个东西而已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啊！喜欢我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那我是浩浩二二二，我是浩浩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